篮板，五比七，李昌钰两分落后，交给桑尼三分线外一大步的距离，哇！哦，场上他们有开枪的，又是桑尼再来一记 ，He just pulled the trigger。小白先叫郑雅走掉，桑尼拿了球就砍得不加了，这个不能再放了 ，three for three。一个假动作 ，Chris Johnson 起跳，桑尼到了禁区，再 kick out 给小白的外线短，篮板球被桑尼抓到，不假他人之手就是你。吴俊祥出手没进，篮板一直掌握在李航渊的手上。这是俊祥，回到这一次的快攻，哇哦，今天李航渊打得飞快啊。文成在后场停球就会发生失误，桑尼捡到一个便宜，当幸福来球，李航渊分数停了蛮久的，被对方这段时间攻得了九分，然后桑尼来终结干旱。昨天啊，其实勇士队的赢球，他们先发五人都得分上双，一发进来，桑尼就来一个。面对赛瑟夫的防守没有起身，而是交给了 Sunny。 吴俊祥已经帮 Sunny 卡了一个很好的球，Sunny 罚球线马上也要回来，非常难，你不要往他那边去啊。来用再送 Sunny， What a rainbow， 又是一次非常高的一个弧度啊。进去绕一圈，又找到了没有人砍手的桑尼，在四十度角。